谐共进，发展美景呈现鱼米之乡，军民一家携手同心，鱼水深情共谱腾飞乐章。本期红星意愿带您走进全国双优模范县安徽当涂，共同畅想2009中国安徽当涂石臼湖畔的盛世欢歌。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彩旗飘扬，圣地迎贵宾；锣鼓喧天，喜迎八方客。在这当桂飘香的迷人金秋，在这蟹黄肥厚的喜人季节，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共同参加2009中国安徽当涂石臼湖螃蟹节及经贸洽谈会开幕式文艺演出。首先我们两位也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来自中央电视台红星意愿的节目主持人苗博，大家好。我也是中央电视台红星意愿栏目的主持人王静，大家好。来到当涂啊，我们就想起了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句，蟹螯即今夜，遭秋是蓬莱。哎，这可以说是千古名作啊，它好就好在从这个螃蟹着手写出了伟大诗人对我们当涂的热爱。说到李白呢，我也想问我们在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知道李白的终老之地是哪里吗？回答正确，每个人加十分。既然你问了，我要问一个问题啊，被伟大诗人誉为天下第一美味的是什么？错误，是我们当涂的螃蟹。那给你加十分。开一个玩笑，这首先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全国人大代表、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李丹阳，我们掌声欢迎。尊敬的各位领导、当涂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想对我们的当涂的朋友们演唱一首非常清新淡雅的歌，也衷心用我的歌声来祝愿我们当涂的父老乡亲们日子越来越甜美，生活越来越红火，身体越来越健康，家庭越来越幸福。一首温馨淡雅的茉莉花送给大家。Thank you.
歌声伴着我们当涂的谢走进千家万户，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好吗？鲜花应该送给你们的。我们当涂的观众就是这么的热情，我代表当涂人民送给你啊，我们当涂的观众就是热情好客，就是欢迎你到我们当涂来做客。谢谢。那个丹阳是第几次到当涂来了？我还真是第一次来。第一次来，嗯，今天这个丹阳老师来到了我们当涂，一首歌曲肯定是不行的，接下来将为大家献上一首什么歌曲？好，嗯，既然是跟我们红星议员走进了我们的当涂，我觉得我们当涂也是双拥模范城，那么今天呢也有我的战友在下面，我们就与当涂的父老乡亲各位领导献上我们一首昂扬向上帅气的军歌，好吗？大家掌声欢迎。我们当涂十九湖螃蟹呢是名气越来越大，吃蟹品酒饮食作赋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中秋佳节里必不可少的一个风俗活动了。没错，那目前呢我们当涂的这种鱼米之乡人间天堂的美名可以说是天下扬，也为我们的商贸洽谈与合作构建了一个更高的平台。好了，接下来我就要请出经理歌唱家，来自总政歌舞团的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为大家演唱《西部放歌》。
朋友们你们好，西部放歌带给大家。全面打小康，全省创三强，全国争百强的奋斗目标在阔步前行着。从2003年到现在，连续6年，我们当涂是位居安徽经济十强县的位首，那么也是在农民平均收入当中，也是连续6年呢，是在全省的县级获得了第一的好成绩。没错，那今年以来呢，我们当涂县的
继续紧紧围绕啊保民生、保增长、保稳定这样一个大局，各项工作可以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这么多可喜成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出田歌皇后，大家非常熟悉的李玲玉。非常感谢主办单位给我这么好的机会，能够让我来到这里演唱。也非常感谢在座的朋友给予我这么多热情的掌声。我想为大家演唱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老的歌曲，是我在《西游记》当中扮演过玉兔公主的天竺少女。这首歌献给大家，谢谢。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远远的明月，明月是那潺潺的山泉，是那潺潺的山泉，是那潺潺的山泉，山泉非常的热情。接下来以一首也是非常老的歌曲，是我过去录制过的甜歌系列当中的一首比较经典的歌曲，我想这首歌曲呢也伴随了很多人走过了这个青春期。我相信这首歌大家一定非常的熟悉，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粉红色的回忆》。谢谢。留下小秘密，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我又想起你，多甜蜜多甜蜜怎能忘记，不能忘记你把你写的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哦，夏天夏天悄悄过去，依然怀念你，你一眼你一眼都叫我回忆，就在秋天的梦里我又遇见你，总是不能忘记你。留下小秘密，压
呀，心底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我又想起你。多甜蜜，多甜蜜，怎能忘记？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悄悄过去，一而怀念你，你一眼，你一语都叫我回忆。就在秋天的梦里，我又遇见你，总是不能忘记你，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一个粉红的回忆，哦，夏天悄悄过去，依然怀念你，你一眼，你一语都叫我回忆。就在秋天的梦里，我又遇见你，总是不能忘记你。好，观众朋友，站在我身旁这位呢，就是我们当涂县的父母官毛书记。毛书记您好，今天我觉得您是最开心的。哎，来自祖国大江南北的各位宾朋啊，全部汇集到我们当涂啊，我想请您介绍一下我们举办这次螃蟹节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我们举办螃蟹节，一是为了宣传推荐十九湖大闸蟹品牌，帮助农民增收，发展新代农业；二是以蟹为媒，努力搭建与国内外广大客商合作共赢的平台，促进经济社会友好一块发展。欢迎大家关注当涂。曹县长您好啊，今天啊，我采访您，我想把您设定一个人物。您作为一次我们当涂的导游，用最简短的话语给我们全国的观众介绍一下我们美丽的当涂，好不好？我们当涂啊，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重脑之地，同时我们当涂县就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我们一是游历我们的，看看我们唐代大诗人的这个献迹；第二个呢，看看我们这个当涂县的和谐养殖。说的螃蟹美，因为美是美在它的金蓝红毛，营养丰富，也美在它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没错，人们都说呢，当涂的民歌美，美就美在它轻盈明快，向全国的观众呈现了一种舒适和温暖。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涂民歌的传承人陶小妹为大家演唱。作为中央电视台一档大型的军旅文化节目，今天呢，红星医院走进当涂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当涂呢连续5年被安徽省评为双拥模范县，连续3年被评为全国双拥模范县。那应该说呢，拥军优属一直走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是的，今天驻当涂的官兵们呢也来到了现场，战友们好，他们在这儿。刚刚啊，跟家人们聊天，他们就说对当涂县委县政府是充满了感激，因为县委县政府对他们的随军家属的就业问题，还有子女的入学入托问题，都是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并且呢，我们对待这个军转的安置工作，县委县政府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每年都会在这里举办退役军人的这个就业招聘会。为我们的退役军人就业是搭上了一个很大的平台。到目前为止，我知道我们全县为4000多名的这个重点的服优对象呢，是办理了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没错，那我们驻地部队呢，也是把当涂视为第二故乡，坚持不懈地为当地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每年呢都为这个驻地周边的养殖户、种植户举办免费的技术培训，应该说呢，为我们当地老百姓走上富裕之路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非常的感谢当涂县委县政府代表我们全军官兵，谢谢你们。谢谢。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个非常好看的舞蹈，叫《春风又绿》。是大草原给了他充满灵性的歌喉，他深受着国内外观众的喜爱，被誉为是草原上的夜莺。
让我们热烈掌声有请女中音歌唱家泽德玛老师。走过辽阔的草原，听遍了四海歌声，还是牧歌给工人。我是说起心爱的军马，当土县感觉到观众朋友是这样的热情。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再演唱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内蒙古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就叫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花，彩蝶纷飞百鸟儿唱，一湾碧水映晚霞，骏马好似彩云朵，牛羊好似珍珠撒。啊，大哥，牧羊姑娘放声唱，你看你的。你歌声啊，
遥远我的家，水清它美我爱它，草原就像绿色的海，战报就像白莲花，牧民描绘幸福景，春光万里美如画。牧羊姑娘忙生产，愉快的歌声满天涯。牧羊姑娘忙生产，愉快的歌声满天涯。那今天呢，他其实也带了一份礼物来哈。我们王宏伟是和我们马鞍山市委常委宣传部的这个汪永年部长合作了一首歌曲，叫《红红的太阳升起来》，也是为我们庆祝建国60周年的一首作品，要在这里呢献给大家。我希望这个歌能够作为一份特殊的礼品送给我们马鞍山的朋友。谢谢，掌声表达了我们当土人民对汪宏伟的一份感谢。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演唱这首新歌《红红的太阳升起来》。Yes.
一个呀儿游，游一个呀儿游，一个呀儿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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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缤纷季节荡漾暖流，荡漾暖流。当涂人们荟萃的一个窗口，科学发展的一个舞台。在美丽的当涂，我们看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进，同欢共荣。当涂正以开放的姿态，诚邀四海宾朋，共创伟业。我们祝愿美丽的当涂明天更辉煌，祝愿勤劳智慧的当涂人民幸福安康。朋友们，再见。再见。